Okay, this time we continue to see Pu Fu Chen Zhou. Pu Fu Chen Zhou 是一个成语。那这个成语呢 from to 的这个战战争 fight 打仗巨鹿之战巨鹿是一个地方是现在的河北南部的一个济南平原那个地方现在是在河北南部的济鹿平原那个地方叫以前过去叫巨鹿现在是河北、啊、河北南部的平原、啊、有一个叫济南平原那个地方有一次战争在那地方打仗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成语叫破釜沉舟那好了那who谁在打仗在哪儿和谁打仗我们上一次讲了是、项羽和刘邦项羽非常了不起是一个英雄但是最后在该那个地方还记得该那个地方对吧该啊在该那个地方打仗的时候输给了刘邦啊我们讲那个项羽输给了刘邦那么我们也要讲一点项羽是怎样打过胜仗的时候最后一仗是输了啊在该那个地方垓下之战是输了这一输就输了当皇帝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啊没有当成让这个刘邦当成好了你讲一下那项羽是不是都输了当然不是就那一次打输了哈你讲一讲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打赢的地方这个是在巨鹿那地方打的那一仗那巨鹿又是哪儿呢巨鹿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叫赵国哪个时候秦以前的秦以前再说一遍 over again OK 秦呢、啊、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统一了中国意思就是说以前中国有很多国家所以秦才把他们放在一起才叫统一那秦以前有很多国家那秦统一了就变成一个国家了那秦以前有很多国家都有谁呢有一个国家我们知道楚国讲了很多遍了、哦、楚国除了楚国以外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国家是赵国七个国家我们现在知道一个楚国赵国当然还有秦国好了先讲一下这个赵国是怎么回事秦始皇死了第二年、啊、这些国家也是秦统一以前的这些小的国家我们叫诸侯国以后再讲什么是诸侯国这些小的国家我们叫它是诸侯国、嗯、诸侯国这些小的国家一看秦始皇一死了哇太高兴了高兴死了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他们想回到自己以前的国家呀秦没有统一中国以前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啊，什么赵国呀楚国呀韩国呀魏国呀燕国呀很多国家想有自己的国家秦始皇也是这些小的国家小的诸侯国啊马上就想恢复国号恢复就是回到以前的国号呢以前国家的名字想恢复到以前的名字听好了这是秦还没有灭呢啊秦还没有只是秦始皇死了那死了他的儿子了在继位了啊他继位了那他儿子继位了可能没有秦始皇统治的好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秦始皇统治的那个时候国家也一直就是不稳定啊，也不稳定比如说刘邦项羽就一直在打嘛，一直在打只是在秦始皇死了以后机会就来了啊。他儿子统治的可能确实是也不怎么好这个时候再加上刘邦的军队或项羽的军队人都很多的时候了啊，就比较容易推翻那我们现在不管他这是推翻以后我们现在说的这段还没有推翻以前秦刚死的时候秦始皇刚死的时候大家都想都努力啊，都想推翻秦想推翻秦的秦军肯定知道你们想推翻秦朝吗你们想不要秦朝吗
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吗？秦的大兵，很多军队啊，很多兵啊，就开始攻打赵国。赵国的首都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现在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居鹿。啊，后来啊，居鹿他也是赵国后来搬迁到那个地方的啊，也是躲呀、跑啊啊，最后搬迁到赵王决定搬迁到居鹿那个地方，比较安全，啊、觉得比较安全。可是秦军呢，还是派了很多的大兵啊，去攻打他这个赵国的首都居鹿这个地方。前面讲的就是河北南部的这济阳，河北南部的济南平原那个地方，去攻打。那赵王一听太害怕了，吓死了，赶紧告诉邻国呀，告诉他这些好朋友。这其他的小的诸侯国，稍后再解释，诸侯国太多了，解释不完。这个诸侯国就是告诉他们，其中有一个国家就是楚国，啊，楚国也是想回到自己的国家，不喜欢让秦统治，所以那楚王非常高兴，说行，啊，一定帮助你，我们楚国还是挺强大的啊，帮助你。楚王也不能去打呀，对吧？楚王得去派这个大将军去打，谁呢？就是这个楚王觉得最好的一个将军，叫宋义。说宋义啊，这样吧，你呢，做大将军，啊，派你，再派一个帮助你，一个叫次将军，次就是 second 第二个，帮助你的那个将军，是谁呢？项羽，帮助你，你们两个带兵，就是带一些小兵啊，这些人。跟着你们去哪儿啊？去赵国的首都啊，帮助赵国攻打谁呢？攻打秦军。秦军已经到了这个赵国的首都那个地方，居鹿那个地方。好了，宋义也得说行啊，宋义也是一个将军啊，也喜欢打仗，非常了不起，没有问题啊。这个楚王一告诉，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同意了，可以了。就和谁呢？就和项羽准备好了，他们两个人带着兵，连人带马带干粮，干粮就是吃的东西，吃的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拿好了，骑马准备就是奔往这个赵国的首都居鹿这个地方。很远呢啊，走着走着走了一个半月了，这个路越走越慢啊，越走越不愿意走，走一走歇一歇。走一走歇一歇。这个项羽啊是个英雄，我们讲过是个英雄，虽然他是在这个该那个地方该下之战该那个地方，还记得对吧，在这个该那个地方被这个刘邦打败了，就是打败没打败以前啊，这个项羽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英雄，是人家没讲他的英雄的事儿。项羽特别好战，非常想打。宋义看上去好像是没有心情要打，因为他走一走就停，走一走就停，走了一个半月了，不往前走了。哎，总之把这个兵拉下来啊，坐下来休息。项羽就挺奇怪，就总问他说：“我们得走啊，如果不往前走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粮食了，啊，没有这个，这是这个军队里没有粮食怎么能行啊？粮食都快吃完了，对吧？”赶紧往前走，我们去帮助这个赵国打秦军呐、啊！赵国多着急呀、啊！啊，等着我们派兵打仗呢啊！我们这个速度这么慢啊，走的又这么慢，怎么能到呢？对吧？宋义呢，还是不愿意走。这个项羽啊，一次又一次的问，项羽就明白了，他是不愿意打，他是不想打。可是宋义这个人他为什么不想打呢？他不是和这个楚王说的好好的吗？答应了楚王说，哎，宋义你做大将军啊，派你做大将军啊，项羽做次将军，帮助你去到这个啊居鹿这个地方，赵国的首都，帮着赵国打秦军，秦军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对吧？就不往前走呢。
是不往前走啊，孙毅就答应了这个楚王，他是同意的。可是走着走，他也听说消息，听说秦军呐、比我们的军队多，比我们的人多呀啊！孙毅就有点想法了，有点害怕了，不敢去了啊，不想打了。这个项羽问一次，问两次，总问项羽就明白了，说你这是不想了，对吧？如果你不想的话，那还是我来吧。所以呢，就在一次啊大的会议上开会的时候，项羽就非常正式的问这个孙毅，说：“孙毅将军，你呢？你到底走不走？啊，你到底想不想打？想不想到这个赵国的首都巨鹿那个地方，啊，帮助这个赵军打败秦军？”孙毅也不敢说不想啊，就是总是找理由说不想往前走。天气不好了啊，士兵太累了，我们得歇一歇了，路又不好走了，总找借口，找理由。项羽是什么人？项羽是一个脾气啊，脾气很急的人，性格很急的人。说这怎么能行呢？拔出剑来，啊，拔出一个长剑，一下子就把谁呢？就把这个孙毅给杀了。大将军杀了还了得呀？把大将军杀死了。这个孙毅被杀死之后，项羽就非常勇敢的说：“这样吧，既然大将军啊，这个我们最大的大官，这个最大的领导，这个大将军啊，部队里的这个官，部队里 big military 最大的那个官叫将军，他孙毅。”将军被我杀死了，那谁来做呢？看我还是由我自己吧。啊，毛遂自荐，下一次讲，最后是一个成语。毛遂自荐呢，就是自己推荐自己，自己叫自己啊，做什么事儿？毛遂自荐，不是别人叫的，自己做。我就自己推荐自己吧。别人不敢呐。啊，孙毅已经死了，还是这个大将军项羽杀死的。没有人敢不同意啊！再说项羽做的也对呀、我们去帮助赵国去，不往前走，我们怎么帮助啊？所以呢，没有反对的啊，大家特别高兴的，高高兴兴的，一路的啊，非常快的，快快快啊，快快的走，快快的骑啊，很快的就快要到了，到了哪儿了？到了赵国的。首都巨鹿这个地方，是马上就要到巨鹿了，这就看见了，过不去呀、不行啊！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过不去呢？我们不是来帮助这个赵国来打秦军的吗？我们不是来这儿，怎么过不去呢？讲一下啊，巨鹿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什么重要？什么重要的地方呢？这也是为什么赵国的这个首都啊搬到那个地方，不容易被人攻打。怎么不容易被人攻打了呢？它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叫漳河，这条河叫漳河。说想去它这个首都巨鹿，你得跨过这个漳河，得渡过这个漳河，你得过去，你不过去怎么行呢？那除了漳河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没有。怎么没有？秦军有，秦军过去，对，那只有一条路已经被秦军占领了，秦国的啊军队占领了。那要是秦国的军队占领了，那你楚国想帮的话，你还能过那条路吗？你过不了啊，秦军在那呀。所以巨鹿这个地方是一个在打仗这方面，就是军事这方面是一个要道，重要的啊，重要的线路，非常重要的线路，就是不好打，只有一条路，还被这个秦军给占领了。所以赵王特别害怕呀，想帮助的人都来不了，没有路啊，秦军挡上了，别人想来怎么办呢？过河呀。过河多不容易啊，你想啊，那条河是漳河，你过去了没处跑啊，
你们有退路了，跑过去是回不来的。但是项羽这个人是非常勇敢的人啊，一条漳河是难不倒他的，他是一定能过去的。所以呢，在没过河之前，项羽呢又跟他的这些士兵，想跟打仗的人就说了啊，鼓励他们放着鼓气加油啊，怎样呢，说我们现在呢每个人都得拿好带好可以吃3天的粮食啊，带了这些以后呢啊怎么办呢，带好以后就坐船，带上粮食坐船渡过了哪呢啊，这个漳河就到了巨鹿。因为漳河和这个巨鹿刚好是这一条河，坐船啊渡过了这个漳河，下船就是巨鹿了。不远的地方啊，不能特别靠近巨鹿啊，靠不了啊，秦军在那儿啊。所以刚过了这个漳河，到了巨鹿的边上，漳河的边上，项羽又开始开会了，开始讲了，现在请你们啊，请你们怎么样呢，把我们做饭的锅砸碎。 Won't they broken? What? What did you say? 你想要锅坏吗？对，把锅砸碎，把锅砸碎，对，这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事啊，这是真事，故事里讲。好了，锅砸大家没有人敢问为什么呢，没有锅怎么吃饭呢，对吧？锅砸完了没有？砸完了。好了，他们过这个漳河用的是船， small boat or big boat， 就是船啊。怎么样呢，也把它砸穿啊，凿穿。什么是凿穿？弄一个洞一个洞的啊，一个 hill 一个 hill， 就是一个可以流水的，让那船坏啊，把它弄坏。那船一坏了就能进水了，这怎么能行呢，锅没有了不能吃饭了，我们来打仗了不用吃饭吗？难道好了，那船呢，船也弄坏它，那进水啊，让它进水砸坏它，砸坏了那我们可以修，不行放到漳河里，沉到漳河，在船沉，就这样的在水的下面，那就找不到了，那就没有了，船坏了。哎呀，这下士兵们可是有点紧张了。这我们从啊，从我们这个大楚国来到这个这么远啊，又划着船渡过这个漳河，来到巨鹿这个地方啊。来了以后锅也没了，不能吃饭了，船也坏了，砸坏的，弄坏的，放到水里去了，这也不能回去了。项羽又说了，还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睡觉用的东西，那叫帐篷，军用睡觉的东西，在外面睡觉的东西啊，在外面睡觉搭的一个那个布的那种东西叫帐篷，把它烧了，拿火呢 ？fire， 用火把它烧了。哎呦，没吃的，没住的，还不能回去的，都没有了。这个叫什么呢？看一下这个词啊，你们看一下，破 ，broken， 弄坏的，破釜，釜呢是一个 toys， 像有点像这个 knife， 像刀一样啊，比刀。更锋利更快呀，用这个斧头怎么样呢，舟，舟是什么东西啊，舟是船啊，把那船弄坏弄破造成洞 in the hill， 可以进去水，然后沉是 go down， 在水里面向下的意思，就把船弄坏放到水里面，放到那个漳河里面，让它下沉到水的下边，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呀。破釜沉舟就是把船弄坏了啊，是弄坏它啊，砸坏它，放到水的下面，让它没有船用，
什么意思呢？除了船之外，做饭的锅还有没有？没有。睡觉的帐篷有没有？没有。意思就是你怎么样呢？你只有去打仗，有进无退，只能去往前走，不能往回走，回不去了。你后面是漳河呀，你只能往前去，去巨鹿那个地方啊。我们现在就到巨鹿这个地方打清兵，往哪儿回呀？后面是河，无路可走，前面是巨鹿，就是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首都，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清兵。不打行不？不行。为什么呢？你不打清兵，清兵打你呀，对吧？你不打清兵，清兵打你，你不打他，他打你，反正就是得死，非死不可。你不想死想跑吗？往哪儿跑啊？你身后就是漳河呀，你没有船你怎么跑啊？你没有饭吃你怎么吃饭呢？你没有帐篷你怎么吃？什么都没有，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时候，好，谢谢。没有选择的时候就是破釜沉舟，就只能选择一件事儿的时候。没有选择了吗？有。你说没有，对，我说没有，但是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打败秦军。打秦军只能选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叫破釜沉舟，破釜沉舟，这只能选择这一件事儿，啊，破釜，我今天只能选择这一件事儿，啊，一定要做好，我要破釜沉舟，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破釜沉舟。那这个楚军来巨鹿的赵国的这个首都这个地方，帮助赵国，他就想，我没有选择了，我只有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帮助这个赵国打秦军，我就能活下来，对吧？如果我不打秦军的话，秦军就会把我们打死。所以这个楚军打秦军的时候是用一个打十个，用十个打一百个，叫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有进无退啊，有进无退。什么意思呢？你只能往前冲打秦军啊，你不能往后退，没地方可走，真的没地方可走。你退下来是漳河，你走不了。所以楚军打秦军的时候是非常的勇敢啊，非常的勇敢啊，一口气啊就把这个秦军给打败了，打了好几次啊，一口气就是坚持到底的意思，他不坚持不行啊，没有地方走，秦军不怕呀，我打不赢往后跑，楚军勇敢呢，楚军没地方跑，所以楚军就是追秦军，啊，让他们没地方可跑，跑不了，全都打死了。所以呢，楚军呢，就是在巨鹿这个地方啊，打败了秦军。如果说巨鹿之战呢，就是讲的是这个项羽啊，在这儿打败秦军的事儿，项羽非常勇敢。那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们学会了一个成语，叫什么呢？破釜沉舟。这次仗项羽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打赢的呢？啊，以少胜多，秦军的人啊多啊，楚军的人少。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打仗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是楚军以一当十，由一个当作十个人去打，意思就是一个人可以打十个秦军。那十个秦军呢可以打啊，十个楚军呢可以打啊，一百个秦军。那意思就是说楚军少秦军多，叫以少胜多，以少胜多。这个也是一个成语啊，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曾经在讲话的时候说啊，你要是说做什么事情，两个 team play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族和那个族，一个族的人少，一个族的人多，少的人少的那个人打胜了，人多的那个人说，哦，我们以少胜多，我们人很少，但是我们赢了。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楚军人很少，比秦军人少，但是楚军呢还是打败了秦军，所以我们就叫这样，叫做以少胜多。那更有名的这个成语呢，就是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没有其他选择，不给自己其他选择，不给自己有其他的选择，就叫破釜沉舟。说我只选这一个，我一定要成功啊，我一定要行，非成功不可，没有其他选择。就会说我要破釜沉舟。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啊，你就会非常加油的努力的学习呀，工作呀，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其他选择，别无选择。别无选择也是一个成语，别无选择，没有其他选择，没有其他选择。好了，这一个故事我们就讲完了。里面呢最重要的啊，这个成语呢是破釜沉舟啊。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啊，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啊，只有一个选择了，那就叫破釜沉舟啊，破釜沉舟。还有另外一句话也非常好，有进无退，跟破釜沉舟差不多，只能向前走，没有向后退，啊，一个意思啊，只能往前，啊，不能往后，啊，这样有进无退。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选择了，只有一个选择啊，我现在是有进无退啊，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不能回到以前的那个地方了，或者不能有其他选择了，只能往前了，这是有进无退。那破釜沉舟呢，是坚持一定要啊成功的意思，一定要行的意思。我破釜沉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啊目的目标，说目标更好一点，得到你想得到的目标啊，这样子。我要破釜沉舟，今天晚上一定要完成我的中文作业，就不能睡觉，也不能做别的，就做这个，啊，完成作业，明天考试，我要破釜沉舟，什么都不做了，为什么呢？有进无退呀，我只能往前走，啊，不能往后走，回不去了，我是有进无退，所以我得破釜沉舟。如果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说你没有办法往后选择的时候，你只能往前选择的时候，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只能是有进无退，回不去了，不能往后走，只能往前走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有没有选择的时候，你说我现在什么选择没有了，就这一个选择了，哎，我得破釜沉舟啊，破釜沉舟，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好了，今天讲了这个成语破釜沉舟。这个成语的故事是从巨鹿之战这个故事里出来的。巨鹿之战是讲的是项羽在一次战役当中打仗，用很少的人打败了那个很多的秦军。那么少的人怎么打败的呢？还是用破釜沉舟的方法，不让这些士兵有其他别的想法，叫破釜沉舟的想法完成。好，下次再聊，再见。 See you guys next time.